多少人爱我，偏放不下你，是公开的秘密，只剩你没拆穿。唱美选的歌随口高音就上去，素人歌手吴正安与阿妹在演唱会上合唱爆红，好嗓子遗传妈妈。我以前小时候在家觉得我不会唱歌，对，然后就因为他们太会唱了，有时候会突然提一下说阿妹也是我之前比赛的那个啊。妈妈的来头不小，是张惠妹30年前比五等奖时的劲敌，以前听妈妈说都还不相信，直到珍贵画面曝光。我的爱爆发力歌声，顶着当时最时尚造型，吴妈妈五等奖半路杀出，3次厮杀都与阿妹同登同分，两人 PK 缔造高收视率。当时制作单位还想请吴妈妈再挑战，冲一波收视，但她因怀孕婉拒，谁想到这遗憾缺口后来由儿子补上。很在意这件事情，可是我们的影带已经不见了，所以大家也不相信， 有些朋友甚至不相信，觉得她在开玩笑。打3次同分，然后你是卫冕者，所以就赢了。所以他故意强调就是3次平手，然后就是我赢，就是有一点我侥幸。曾经对手的儿子来踢馆上演王子复仇，不同的是这次舞台没有烟硝味，却多了人情味。你会不会要走过，我没有把握。 TVB 新闻连智吴宣彤台报道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，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